恩语同路人，我们的嘉宾是邓永威 Winson。就好似有幅名画或者系嗰、那个名句入边就话沙滩上嘅足印嗰幅画，嗰幅画讲咩就话啊平时嗰个人咧顺境嘅时候见到地下两双足印，哇喺上帝同我一齐行同行，好美丽。逆境嘅时候见到只系得对脚就埋怨上帝啦，点解你走咗啊？上帝话唔系噶，对脚印我嘅，其实我抱起你，几浪漫啊！但我又谂啦，上帝有几层？几时曾经应许过你个臂，佢嘅臂弯系好温柔、好滑捋捋嘅咧？个粗壮带刺嘅树干，岂唔可以系佢嘅臂弯嘅咩？诚邀请你收听嚟紧嘅恩语同路人。